黄金列车、野人坟，这一系列的怪谈慢慢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事件越来越扑朔迷离，我们的内部也渐渐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。真的假的？你在哪看到的？这个海岛的百度百科。说不定是为了吸引游客故意这么说的吧。说实话，我也这么想。我看看啊，往上拉，哎，还真有游客指南。哇，把这个铁轨拍得有够阴森的。我就说吧，其实没什么好看的。哎，走吧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可是这里这么多骨头又是怎么回事？大概也是为了拉动旅游，故意把什么骨头扔在这边的吧。别的不说，你看这里的杂草就是不长在铁轨上。你是说有人沿着铁轨撒除草剂？就是这样，农村除草剂什么的不是很多吗？你看，这么一想，这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哎，下雨了，先回去吧，淋湿了就不好了。真可惜。什么？你不好奇那条分叉的铁轨通往哪儿吗？能通到哪儿？肯定都是人聚集的地方，不然修铁路干嘛？啊？怎么啦？好奇怪，明明修建了铁路，但是却没有经过村庄，反而都是在野外。那修建的意义在哪呢？没有不经过啊，大概是嫌火车比较吵，故意偏离了一点村落吧。是这样。快点走吧，马上就要到家了。方祥瑞，你还站在外面干什么？我刚刚看到好多狗跑回家了。那还真是幸运呢。那么你是进来呢，还是继续在外面淋雨呢？我在想，虽然说农村除草剂很多，但是放养的狗也很多吧，为什么这些狗没有去那儿啃骨头呢？大家都到齐了吗？那么都坐下吧。有关铁轨的情报我和方祥瑞又去村子里周边打听了一下，现在汇报一下情况。首先，这条铁轨确实有诸多不祥的传说，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消失的黄金列车。谁也不知道最后列车去了哪里，黄金是否还在这一片土地上，这个谜题到现在还没有人解开。然后我们刚刚走到岔路口，一边通往废弃的码头，一边是通往山上，大家从窗外就能看到，以前那里是一个小型的矿山，不过也已经废弃了，但是村里的大人都不让小孩过去那边玩，具体的原因是另外一个谣言。是什么？在以前打仗的时候，废弃的矿坑重新开始使用，但这一次并不是采矿，而是把许多没人认领的尸体就这么抛进了坑里，久而久之矿洞就变了称呼，大家都叫山上的是野人坟。更诡异的是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阴气太多了，第二天那些死尸就变成了白骨，被啃的干干净净，村里人说里面住着某些脏东西。不是吧，这里好像离那座山并不是很远吧。庆幸的是，村里人说那个脏东西吃人太多，翻了天堑，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被一道闪电劈中，把整个矿坑都封起来了。真的假的？
小卖部的老爷爷说的，他也是听他的爷爷说的，据说还听到了当时雷声的声音。不过这种东西大家传着传着就开始神神叨叨了。终于说完了，渴死我了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哎，我们看也看了，讨论也讨论了，没必要再继续深究下去了。大家，哎，我们来这里不是探案，也不是来寻宝来着，相比较流言蜚语，当务之急还是我们的排练更重要吧。话是这么说，我赞同社长的话。抱歉，我现在想想应该是我睡迷糊了。迟疑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都不想探究了，甚至涉险了，我还是过普通日子比较好。哎，那我不是白调查了？你调查的都是什么鬼啊？虽然方祥瑞和林默调查出来的有些偏题，不过故意避开的杂草，狗都不去叼的骨头，暴毙在铁轨上的黄大仙，还有迟疑晚上看到的火车。对啊，迟疑，说不定你看到的就是载满黄金的火车。杂草的事情我们不是已经推理出来了吗？至于其他的，我们又不是动物学家。还有方祥瑞，不要总把那些不靠谱的流言当真，要是真的有什么黄金列车，早就被报道出来了，也轮不到这个村子当宣传的手段，放在一个谁都不会看的百度百科上啊。可是幽灵是不存在的。你自己刚刚还不是拿雨雾中学说事？好啦，大家别吵啦。对了对了，只要找到黄金列车，我们不就有钱买乐器了吗？洛洛，你说呢？是啊，住在这里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的村里人，还比不上你刚来两天的方祥瑞官场黎明。其实我也很怀疑这个流言的真实性。喂，迟夜，作为目击者，你难道要倒戈吗？本来我还有些怀疑，但是看到学长搜出来的网页之后，我反而觉得能把宝藏公布于世，那么这个宝藏一定是不存在的。迟疑的想法很值得参考，但是这个世界上也还有许多没有被发现的宝藏留言。我不是对宝藏感兴趣，抖腿也不是兴奋。嗯，就这样，芳芳，我们私聊。你们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又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，也只不过比你们早来两三天而已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下午排练，要参加的人就准时。那我也先去楼上换件衣服。说要准时，自己都没说过时间。他好像生气了，我们还要去调查吗？今天大概不行了吧，晚上我看能不能说服他。我想只要调节好排练的时间，洛洛应该会答应的。关键是洛洛根本就不相信啊，迟疑也是，明明是他先挑出来的，到最后反而退出了。我说，你们真的会相信会有装满黄金的列车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是。还有我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你们兴致勃勃的，还当你们肯定会发现什么呢？找到宝藏固然好，不过我更享受寻宝的过程啊。啊，文文，刚刚的发言我有没有像一个成熟的学长？你要是不说话就更像了。是吗？那么我闭嘴。这样啊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合宿的第一次排练。因为中午的争吵，排练的气氛很是压抑，结果也并不理想。大家都各怀着各的心思，思考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。草草的结束晚饭后，大家默契地避开了问题，各自回到各自的被窝。这个时候掏出手机，将自己的战友偷偷地拉来一个群，但分开的音乐社无论怎么讨论依旧没有结果。
嗯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楼梯后面传来的，难道是小偷？啊，谁在里面？没人吗？嗯，这是什么房间？好像白天都没有来过这里。打开看看。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未完待续。